是音乐学院的杨洋老师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《小情歌》，完整曲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“研音乐学院”获取。今天教学的视频用琴是来自格瑞拉家的 Y01，这是一款云杉木的单板琴。下面开始我们的教学。好，那么这首歌曲呢，原调是 D 调的，我们的选调是用的 C 调，采用 C 调指法，不夹变调夹。具体要不要夹变调夹，还是随自己的音高来定。那么整首歌曲呢，我们一共是用到了五个和弦，分别是 C 和弦、G 和弦、AM 和弦、EM 和弦和 F 和弦。C 和弦我们用无名指按到一弦的三品。G 和弦我们用食指按住三弦的二品，中指按住一弦的二品，无名指按住二弦的三品。AM 和弦我们中指按到四弦的二品。EM 和弦我们食指按在一弦的二品，中指按在二弦的三品，无名指按在三弦的四品。F 和弦我们的食指按在二弦的一品，中指按在四弦的二品。好，这首歌曲呢，我们一共采用了两种节奏型，分别是四一二三一二三和下下下上。四一二三一二三，下下下上。首先这个四一二三一二三呢，四一二是要我们的右手同时弹响三根弦的，大拇指四弦，食指二弦，中指一弦同时弹响，然后大拇指拨响三弦，然后食指和中指同时拨响一弦和二弦，然后大拇指再拨响三弦，连起来听一下，就是四一二三一二三。好，下下下上这个节奏型呢，首先我们第一拍的时候是一个下扫，第二拍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。前八后十六节奏型，第一下是下扫，第二下也是下扫，最后一下是上带，连在一起就是下下上。那么这个节奏型就是下下下上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到谱面部分，和弦下方对应的是节奏型，节奏型下方对应的是歌词。我们以主歌部分第一句为例，首先是 C 和弦，我们右手弹四一二三一二三的时候，是先弹响四一二，然后三对应的是这是两个字，然后一二弦对应的是一字，然后三弦对应的是首字，然后又是四一二对应的是减字，然后三弦是空，没有对应字，然后一二对应的是单字，三对应的是得字。那么第一小节连起来的话就是，这是一首简单的。好，主歌部分后面字对应的节奏型非常清晰，我们来示范一下主歌部分的两句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好，我们再看到小情歌的副歌部分，你知道三个字对应的是前面 G 和弦的一二三，这时候换到 C 和弦的时候进入副歌部分。我们看到谱子上除了有对应的 C 和弦之外，还有3000这样的数字，这其实也是 C 和弦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这里就切入到了一个下下下上的扫弦节奏型。第一下下扫的时候我们没有唱，扫完之后开始唱旧字。第二个前八后十六节奏型的下扫对应的是算字，再下扫对应的是大字，然后上扫对应的是羽字。第三拍的下扫对应的是让这座，再下扫对应的是成字，再下扫对应的是是字，然后上扫对应的是颠倒两个字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副歌部分的几句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跌倒，我会给你怀抱，受不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教学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课程的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。
我们家还有更多丰富的系统课程，快联系我们获取吧。